我们随便拍，因为怎么拍呢，我们都有一个 flag， 就是说我们怎么拍都不会崩。确定吗？对，今天这个环节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美丽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等待的关系都非常好。既然如此，来吧，你们先看一下你们对彼此的量是在哪儿。天哪，要卸妆了。这就是你对我的爱意是吧？对，那等于就是说我可能爱得更深一点。别加，别加，太狠了吧，一言，你对自己太狠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拍的是你的脸，拍的是你的脸。三二一，走。Kiki 那边是上不来，太重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拍的是你的脸。